母兔子尝尝，母兔子，母兔子尝尝，你脑子不聪明啊？今天呢，我们做一个全网最豪横的啊，麻辣小龙虾。你看这龙虾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这龙虾，母兔子呢在这先 cut cut， 嗯，cut cut， 把这个没用的这个须儿什么都给它砍掉啊。马铁是在那儿切姜呢，切葱呢啊。然后秀才，夹过龙虾。秀才吃龙虾啊，你看他俩不吃啊，秀才吃啊，人家秀才会享福啊，他俩不会。大龙虾。啊？大龙虾。大龙虾。木头头。嗯。喂喂 chef。嗯，喂 chef。嗯。chef， 母猪的 chef。嗯，母猪的 chef 三嘛。嗯。我说木头头以后就是一个好厨师了。我给你弄个虾，马铁子问他你要做龙虾，嗯，他说他做龙虾，啊，龙虾牛逼呀，这个呢，嗯，看到了吗？从小就得教给他干活干家务啊，来，咱俩一起扒蒜，你看秀才在这扒蒜扒得多认真呀，哎呀，年纪轻轻学会干家务了啊，太乖了。母兔兔把这个龙虾清理好了，然后秀才呢和我把这个蒜也包好了，马铁斯把那个料也弄好了。我的马铁斯，起锅烧炭吧 ，fire， 嗯，烧炭，我们开始做了啊。马铁斯已经烧炭了啊，母兔兔 ，buy beer， 啊，做饭得用 beer 搞里头啊，欧罗。都买上，都买成啤酒，得放啤酒。Matthias， 油搞里头。哎呀，弄不开了。油搞里头。搞里头吧啊，得烧油，先把这个龙虾炸一下啊。哎呦我的妈！锅子。啊？油要得 cooking 龙虾。cooking 龙虾。龙虾搞里头。哎，他都学会了，龙虾搞里头。你爸爸打你，秀才。一会儿挨打了，一会儿。我不叫高里头。高里头，哎呦，跑里跑里，跑里跑里，慢一点啊。炸一炸，哎呦我呀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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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巴拉巴拉。Fast。哎呦我操！哇，龙虾的香味已经出来了。苏里。香啊，香味出来了。出锅了，出锅了。炸的差不多了啊、哦、然后一会儿再炒一炒啊。先捞出来，母兔兔。嗯，出锅了。看看这，看看这龙虾。很香啊，炸出来特别香。我们得把这个油也留着啊，不能让浪费了。木头头、嗯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火锅。火锅、嗯、哎呀还想着呢啊。火锅里头。放点火锅底料啊，巴拉煸。巴拉巴拉。嗯，巴拉巴拉煸一煸。然后那大料搞里头吧，马铁斯。大料搞里头。哈哈哈。嗯，母猪的。秀才说母猪的。龙虾搞里头。搞里头。慢点慢点。再放点啤酒，啤酒，嗯，啤酒搞里头吧，嗯，啤酒搞里头，再炖一炖就好了。关了，做好了，看看水都熬干了，好香吗，母猪弟啊？你看这大龙虾啊、哦，秀才，秀才，贾固，啊？哎呀，秀才喜欢吃，我给你弄一个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好嘞好嘞。秀才夹过啥吧？秀才夹过啥？哎呀，万秀才夹过啥吧？微微夹过谁啥吧？我给你。啊，他说我的手艺好啊，说我手艺好啊。木头头，给秀才弄个大的 ，this one。啊，给我秀才，您给。哎呀，小家伙这么喜欢吃龙虾吗？你直接给他掰开，你看他表情，你看他表情，太硬了这龙虾，你看这块肉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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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尝尝秀才，尝尝好吃吗？母猪的，母猪的，摇头啊，小心烫啊，
不做的。哎呦，你看人秀才喜欢吃啊，啊，太热了。给你们。哎呀，秀才行啊，秀才，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了啊！以后买了大龙虾，秀才吃啊。哎，秀才，那秘密加固啥吧？哎，你看他俩不吃，我和秀才吃啊！以后啊，母兔兔行啊，母兔兔给秀才这个扒龙虾在这儿，秀秘密加固。秘密不知道啊？谢谢谢谢。加固加固。你这哎，来蓝大黑。哎呀，怎么都不知道享福啊？来，加固给照顾。哎，你还连尝试都不敢尝试，你真是来秀才，给你吧。嗯，秀才吃，小孩吃这个母猪里，这里母猪里，嗯，老聪明了，吃这个。母兔子尝尝，母兔子，母兔子尝尝，你脑子不聪明。啊？能吃饱了？吃饱了。来，快快尝尝，尝尝。尝一点，尝一点，尝一点。对吗？怎么了？好吃啊，他们又没有什么，他们就是说从小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吃啊，他不是说别的，就是认为不能吃，所以说他们从小就抵触这个。你看人秀才都没事，不好吃。我也来尝尝这个麻辣小龙虾啊，我就吃一个小点的啊。麻辣小龙虾啊，第一次这么做啊，不知道口感如何啊，不知道享福，不知道享福。哎呀，让我来吧。来，小姑。嗯，不好吃，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他妈母猪里，真的好吃啊，甜甜的，有这个麻辣小龙虾那味儿。嗯，秀才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。在非洲呢有这条件，因为龙虾呢太便宜了，一只呢就三四十块钱，合着弄块大肉。嗯。nice， 好吃，真好吃，比用清水煮的好吃多了啊，以后就这么吃。你看看人家母兔子给秀才扒的这肉啊，好吃啊。来，这个大的也是你的，秀才。哎，马铁，给我秀才，啊，你给弄，给我秀才，把这肉弄碗里，啊，朋友们啊，抓紧来非洲吃这个麻辣小龙虾啊，太哇塞了啊！你看这，哎呦，大龙虾确实，但那龙虾确实是好吃啊，真的，这样做还是得多研究几种做法呀，做出来太好吃了，嗯，晚上不用吃饭了，这个都当馒头吃了。我告诉秀才呢，赶紧的蘸点汤啊，蘸点汤吃好吃啊。哎，蘸点汤。呵呵，哎呦，我嘴里还没咽下去呢。好吃，好吃，撒吧，母猪里。对，蘸点汤有滋味啊，有滋味。刚刚才在点金龙虾。来坦桑尼亚吃龙虾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